با سلام خدمت دوستان، امروز اومدیم بانک کانستراکشن، چاینا کانستراکشن بانک. همونطور که میبینید 100 هزار یوان توی حساب قفل کردن و گفتن که باید حتما بیا حسابتو ببندی تا پولتو بهت بدیم. با چه کا سولا 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原因要销户？你告诉我我就是要户，我也没关系。但是你法院如果法院让我销户，他也会跟我说，因为这个原因我就让你销户。你必法院会告吗？不可能，对吧？你要给我销户可以啊，我也没有说什么，你们的银行。但是你要告诉我什么原因要给我销户的，我就要去很简单的，你就跟我说告诉我什么原因要给我销户，我就销户，没有了，我就走了。 不用提供什么额外的资料，反正就是你的基本信息就。不是，基本信息哪一个地方不符合，我就去改，对吧？我自己去改，你也给我销户。上次说了你能改国籍什么的，那你就去改吧。反正最后那就在我们的。那就是要我该一个国籍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只能跟你说到这个份上，别的我跟你说，而且我也确实也不知道更多。嗯，好的，谢谢，可以。 这个钱我放在我的那个枕头里面安全吗？我不清楚了。枕头可以放吗？不知道。这个钱给你的话，你自己就是那个，那就是。或者放在床下面。这个你怎么说这个我也没办法，我也给不了你建议。那一般是放在哪里比较安全？这个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。 39921.93 و بالاخره زحمت کشیدن و به طور خیلی زیبایی این کارت رو واسم قیچی کردن.